Hello， 大家好，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Where， 今次翻到嚟咧继续剧情。上次讲到咧打低咗呢一个嘅某部分嘅火箭兵团嘅干部成员同埋协会嘅人啦，喺呢一个嘅七之岛嘅一个精灵协会嘅人。咁依家咧就翻去下沙岛，下沙岛嘅右手边咧即系东边咧就有一个漩涡嘅，系啦，因为上次我哋攞到呢一个嘅技能啦，攞到呢一个叫做潮船嘅技能。咁呢个潮船嘅技能咧，就是可以过到呢个漩涡嘅。啊，与此同时，点解我再咁真系小快系啱？我真系小气喺射击里面输咗。我知道咧，袭击我哋嘅人真系唔系佢，但我需要一个理由。嘿，垃圾你喺度做咩？哦，你偷懒啊喺度菜料。冇，德美同埋丹仔走咗，我唔可以留喺度。咁你应该向我汇报。啊，我要退出啦。我谂我冇理由再同佢斗啦。吓、啊，有啲咩唔啱嘅？喂喂喂，可爱嘅雪花咧，竟然临阵退缩，咩雪花？哇！听我讲啊，靓仔。你将我逼到边股嘅边缘啦，当我揾到呢个边缘咧，我就会做一啲咧为之不耻嘅事。嗱，呢个翻译真系不得了。你对我哋嘅组织实在太了解啦，嗰啲唔见得光嘅嘢啊，如果我哋发现你唔支持我哋，你死紧啦。即使系我旁边咧嗰个有耐性嘅人啊，确人都唔会阻止我。臭入有啊咸，够啦，佢明白呢啲道路，你走啦。再见啦，僆仔，你哋咧喺嗰啲伤口度搽啲药膏，你俾自己惹上啲麻烦呢块面。我块面系你做嘅正宗，我离唔开个关系啦。喺度喊喎，喺我嚟到之前，我真系好想咧对住你大叫，对你发火，甚至伤我哋，但我唔可以俾你咧摆脱险境。正宗我想咁做，但系呢一个咧发生喺我身上嘅事，你需要自己做。我希望你可以做出正确嘅选择。好啦，小芬亦都俾咗一个忠告佢啦吓，非常之好嘅忠告啊。有冇效果消失？哦，可以劈嘅呢棵树啊！我最近系嗰啲咩添？好正。胡须树嚟添啊！你先斩咗棵胡须树啫，任何不得进入呢个洞。海伦，哎我呢度都有咩啊？呢个咩岛啊？哦，呢、這个金吉，呢、這个吉金岛咁难读。失落与死亡之岛，看来又会有一啲黐线嘅剧情会出现。呢个咩嚟噶？我哋运动人好性感。好得，呢、這个系岛入面嘅洞穴。喂！哇、哦！柳木妖，哇！蜡烛李威克，烛光啊！支线剧情 ，OK， 唔好用呢个喷雾先，应该有鬼系精灵。哎呀，头先撞一撞怪，佢缩细咗个圈。哎，烛光灵见到啦，我只咩精灵嚟噶？幻象，咁飞得太快，我睇唔到喎，我都睇唔到嗰只咩精灵嚟。只见到有嘢闪过嚟喎，净系得土狼犬，早知我用喷雾啦。呢条路系咪啱噶？哎，搵到啦，我累啦，我攰，我好攰，我可以休息一下。李威克系咩嚟？佢嗰个叫声嗰个名啊？呢个系骨头，等先，你呃咗我，我要，点解我咁攰嘅？哇！你一直吸紧我的能量，你柳木妖啊，见到，柳木妖出咗嚟咯，真系，我哋捉一只咧，见咁，电磁波，哇，烧伤我，咁阴毒，居然如此阴毒嘅嘢，吓咁喺边啊？鬼师通啊，一堆鬼喺精灵洞呢度，呢、這个支线任务，咁、那个主线点啊？有啦，有出口。你是个女仔，我叫海伦啊，好高兴见到你。你点样变成精灵啊？嗰个精灵咧系我真正嘅形态，小木灵咧系孩子嘅灵魂啦。佢哋迷失咗方向，死喺一个恶毒嘅幽灵系手上。我曾经同你一样咧喺骨之群岛咧遇到一个训练师，跌入咗流沙被人困住。嗰个精灵烛光灵捉住我啊，佢耗尽咧所有精力，直到我咧攰到冇力反抗，然后我死咗。依家俾人困住咗呢个形式，我灵魂咧俾人困住喺嗰个地方。哦，多谢你。吓，地下有嘢，诅咒咗。哇，就咁结束啦呢、這个。即系简单啲嚟讲，嗰、那个剧情就系、是、因为烛光之灵，即系呢、這个咩柳木妖啊，柳木妖嗰只小木灵啦，就咧救咗佢啊，救咗佢，所以咧。但系咧，其实佢系未正式咁真系救咗佢嘅，系啦，因为佢捉住咗佢，然之后咧等到佢死为止啊嘛。
我唔知係救佢定咩啦。跟住佢就附身上咗去嗰、那个嗰只精灵嘅身度，但系佢已经死咗啦，亦都冇办法就一直俾人困困住咗喺呢个洞穴度。咁阿 Red 咧出现咧，亦都救咗佢啦。OK， 咁呢个洞系咪乜都冇噶？呢啲支线算系比较短，比较短嘅一啲支线剧情啊。哇，蓝色嘅呢条鲤鱼王，鲤鱼王都有新形态，哇，犀利！呢边大碰到出嚟玩小老鼠，然之后出嘅大牙海狮、美纳斯，搞掂啦！点解可以就咁行上嚟嘅？唔系博位嘅咩呢个？喂、哎，黐线！点解咁多啲训练家喺岛上面打交嘅？呢岛唔系应该系无敌地带嘅咩？哎，小智又喺度喎，啊，有啲咩鬼？有啲做啲咩古怪嘢啊？哈哈哈！有咩咁好笑？我哋成日撞埋就系好奇怪，哈哈哈哈！比卡比卡，顺便讲啦，我妈嚟噶，你话花子，我哋要野餐嚟加入我哋啊！好孩子，花子咩啊 ？PP 全项补剂，小智去哪了？呢度你好啊，喺度见到你真系惊喜，你有冇花子？啱啱坐到你隔咪去加入啊，一齐啊！好高兴咧，见到你咧成为咗宝贝仔嘅好朋友。你都嘲笑我比家超食啲嘢，咁我唔买气啦，太好食啦！我妈成日就最好嘅厨师，哦系啊，我而家要走啦，准备好啦，系我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嘅精灵训练家。比家超同我经历咗好多，先有今日嘅成就。又喺度喊，花子女士，你做乜喺度喊啊？等一阵先，我再等一等好唔好？好，阿妈只系为咗你咧感到骄傲嘅，再见啊，亲爱的，好配俾你见到呢啲啊，好高兴小智有呢啲朋友。嗰个孩子成日俾自己添麻烦。花子女士，啊冇啊冇，讲得冇错，我而家要走啦，拜拜。好孩子，篇章结束咁快，啱啱过咗某个时间，即系过咗呢个整数嘅时间咧，佢就转咗颜色嘅。几个小时前，呢个咧今次大祸啦！一开始我知道呢一个系冒险行动，你哋两个有啲咩好狡辩嘅个好狡辩嘅说话可以讲？其实都冇咩咁大祸嘅啫，我哋只系咧会失去咗道馆馆主嘅地位，佢唔知道我哋同你哋嘅关系，我唔太确定啊。那个男仔咧见到我哋同敦美咧同火箭兵团合作，佢知道我哋嘅事，佢一定会将呢件事咧话俾阿二听。点解呢啲消息咧冇话俾我听嘅？啊，奈特，又俾人闹。唉，呢一场咧灾难，你四个咧真系垃圾嚟啦！多得嗰场表演咧，精灵协会嘅秘密，我哋做过所有嘢唔公开嘅嘢咧，都已经公开啦。要我知道咧，我听到啦。阿波罗有主意，冇事好好。你咁讲咩意思？我哋秘密？我哋都识阿二嘅，公众咧对佢嘅睇法咧并唔正确，喺佢哋嘅正确思想咧，冇人会信佢，尤其咧佢对两个咧受人尊敬嘅道馆馆主你两个嘅指控啊。咁佢话俾其他馆主听咧，嚟讲用钱同流礼唔使担心。仲有嗰个啊，射鹰联盟冠军嗰个好容易引起媒体注意。再讲多次，冇确切嘅证据咧证明咧佢哋两个咧同火箭兵团有关系，佢哋就算做啲咩都做唔到嘅。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担心咩？咁我哋只要整死佢咪得咯，整走佢。佢屋企住喺呢个纯白镇，我可以。咁又有咩用呢？如果有人目击到一切咧，咁就系佢哋咧起诉我哋嘅证据。嗰个女人咧，阿波罗，佢接接接接接，哇！你个兵仔够胆直译呢个大人嘅阿波罗食名本名。我先人话俾我听咧，冠军要喺美女骨岛系咩？奈特盖伦，我哋。我俾你两个嚟处理呢件事，一定要将佢处理低。我哋嘅目标咧已经好接近，我哋唔可以再分心啦。带埋佐罗克同另一个男仔咧，正宗啊，冇错，一定要喺咧任务结束之后咧处理佢哋两个。佢哋知道得太多，我哋要开始咧冚一冚呢啲消息啦。啲小次郎，佢哋两个喺度做啲咩噶？哇！呢啲阿伯都系我嘅，都想挑战我呢份假。哦，我哋眼树。若丁鱼，高达，大碰岛同美女骨岛，即系我哋要去右手边行啦。因为剧情就叫我去右手边啊嘛，轻飘飘，轻飘飘 F， 冇必要惊慌或者紧张，悠闲啲，有嘅时间。所有生物通过合作而共存，我哋必须咧对此永远心存感激。诶，呢个咩地方？美女骨岛山，喇叭牙，
哇！呢啲格斗系好攰啊，嚟有用。哇！慢光，哎呀，俾你咁样打一打我慢光，扣晒啲血。而家咧，我开始感受得到咧，我只大力蛙咧开始打人个力度比较低。最大原因可能因为佢减性格问题，佢性格真系争好远。因为佢减咗之后219攻击，如果冇减嘅话，应该系劲高，应该240度咯，我谂下。但系依家减咗真系争好远，所以迟啲我想，所以想系帮佢改一改性格，或者练多只啦，练多只。诶，做咩喺度？哎，我叫马丁，你睇下好面线咯，或者你喺电视上见我好出名。哦，系喎，你系冠军嚟喎，好中意见到啊，马丁啊，我系咧消防员嚟嘅，呢啲咧系我嘅车厘龟小队，系啊，我用佢哋咧嚟灭火嘅，哇，着火啊，森林着火啊，咩话？山火，好攰喎，需要将火打熄嘅，你笑咩啊？你变形人？Oh no， 马丁，我唔会俾你过去嘅，可唔可以捉佢啊？只想要呢只，试下先 ，save 先。系唔得嘅，咁你死啦可以。佢走甩咗，我最好追住马丁，丛林火灭，啲火箭兵唔出晒嚟咯已经。哎呀，仲要系太阳嘅天气，嗰只嘅吸本小丑啊，应该月桂兽嘅嘛？哇！哎，水晶尘唔中，因为佢系冰系啊，定系因为佢唔会中状态呢？我都唔系好清楚，但系就系用水晶层见唔到嘅冰。诶，点解冇办法结佢冰嘅？呢个应该系可以结到冰啊，定系几率性结冰啊？唔会啊嘛？哦，试一次先。系，点解唔得啊？依家点解嘅？唔系好明，定系因为依家太阳嘅问题呢？唔系好清楚啊，copy 咗招寒冰技能，寒冰特性，咁唔紧要啦，我哋换另一只啦，技能用翻大力瓜啦，车厘龟小队，你能够相信咧？嗰白痴消防员，佢以为佢可以从我哋呢度逃走，当我捉住佢嘅时候，我应该咧对车厘龟做啲咩？将佢呢啲卖咗佢啦，啊，就好似咧我咧对呢个下哥岛另一个孩子咁，佢可以卖个好价钱。你觉得那个孩子会发现我哋咧对佢职能做咗啲咩？阿辉，吓，睇下个靓仔啊，走啊，靓仔！呢、這个就系咧卖咗阿辉精灵嗰啲人啊嘛，嗰啲火箭兵嚟啊，喷火啊，系喎，佢吸水喎，对面嗰只嘢真系麻烦，喷烟咧，发饼跟住用喷烟，哇，黐线，水流喷射，哎唔得喎，水流喷射，皮皮优啊劲啊！攞个电磁波先，大晴天唔要，自爆磁怪，哇搞咩啊？我净系中咗麻痹嘅，点解？搞咩啊你 ？Oh no！ 魔法叶，独特攻击，神秘守护唔要，魔法叶。电磁波同命啊 ！OK， 你唔会成功的。水晶尘催眠，哇，毒技啊！催眠粉中啊！魔法叶作用念力，咬痕，吸冻光先，念力，唉，搞掂，开始唔够打啦，发现。大力蛙的攻击力真的减得太多，不好得。不知道哪里有捉蚊香蛙呢？我也想捉回一只重新羊。我想没什么哪只可以叫做跟大力蛙差不多的能力值，因为大力蛙我觉得真的很实用，在解主线来说，水技有强力的水技，有这个格斗技，是格斗技，是普通技。马丁你冇嘢啊，快啲离开，好危险啊！太迟啦，系你嘅精灵协会，但佢哋系政府一部分。睇下你啱啱做咗啲咩，你应该咧为咗杀咗一个无辜人感到内疚。
咸水火龙杀咗佢。哇！马丁，你唔应该咧话俾佢咧我哋嘅事啊！正足轮到你啦，独角犀牛攻击。啊！烟雾，佢会冇事嘅，但我哋需要咧将佢咧送到去医院或者中心啊，最近咧麦金诺。多谢你讲咧，小芬啊，唔使。做咩小芬？唔好靠近我啊！你做咩事？好配合啊，冇必要咧激呢样嘢啊！你咪好惊我，唔系点会咧朋友？我睇你好丑啊！小芬咧最胡萝卜听到啲咩？系火之俾我去搞掂佢哋。等等先，我要将呢个人咧带到去精灵嘅中心，我哋冇时间打低晒佢哋，冇错，小芬。我哋要隐密行动啊！我哋要隐密行动，即系呢一个嘅潜行，系咪？系咪好似唔使喎？喂，一定要打噶嗰个，系咪精灵中心啊？呢度精灵中心咯，系咪真系精灵中心先？嗱，呢度最近噶啦，精灵中心，系咪咧？呢度好似有个精灵中心啊，定呢度啊？轻飘飘。喺边啊？呢度啊嘛，呢度系冇嘅，各位个剧情唔系咁去嘅，啊，佢需要系另一个嘅中心先触发到，唉，真系呢边啊嘛，系啦，要去呢度，哎呀，又系太阳，我要快啲揾只水嘅物攻嘅虫啊，我需要一只，同埋速度嚟讲都仲要唔系慢嗰只。俾鸟啊，唔系波波，照行呢条路啊！欸，我接到奈特嘅命令，你必须被淘汰，睇住啊！哇，你发变做咩啊？收声！好，阿沙饼，嘻嘻，沙饼，家防，急冻光线，我哋继续行啦，喺度话佢块面，劲狗啲人，嚟啦，小心啊，好险啊！我哋争啲咋？如果咧嗰只嘢冇经过佢就好啦。嗰只嘢呢个嘅急冻光线之后，哎，应该去打蓝糖花先。蓝糖花难打好多，喷烟。我但系喷咗，竟然喷咗右手边，定系佢一定喷右手边，我都唔知啊。打沙顶之后回血，正常错。你面对嘅弱智训练家，好。白海獅啊，直接近身完咗，我覺得都唔死，其實未必會死到啊！哎，死到喎，竟然犀利！哇，何獅術，唉，何獅術打咗我一下，大力蛙，大力蛙燒傷依家，真係麻煩。哎，諗到啊，呢度用泰山壓頂，呢度用全回復、全復藥，真勝！人身拳擊，跟住呢度用水流噴射。搞掂，我哋走。好，系咁俾佢话小粉劲惨，到此为止啦。哎，你边个啊？我系唔使话俾佢听噶，我系低人，反正佢迟早都会死啦。安静啊，老嘢，我系奈特州侧边嗰个人系盖伦。哦，死得啦咁你。你俾呢场大火烧亲啊？冇啊。好啊，否则我会觉得自己好有责任。你睇嚟太丑啊，啲人见到有冇尖叫同逃跑啊？收声啊！所以你同意佢丑啊，讲出嚟会生气。够啦，奈特，太离谱，一就上牛，佢唔丑啊，比你更加靓啊。俾我睇下先，估一估先，内在美。当佢睇到似咁样咧，并唔意味住啲咩。佢女女我都好靓，我谂你娶一个咁嘅怪物冇问题。佢唔系怪物，但如果够幸运咧，我会娶佢嘅。或者佢有心心喎，唔好讲啦，奈特。开始我哋工作啦，二打一，哼，唔知廉耻啊。我嚟对付叫盖伦嗰个。哇！呢啲咁嘅废，呢啲咁嘅废族想赢我，太天真啦！加工一个近身叫你打低你啦。其实就算我唔换都冇乜问题嘅，老实讲。依家佢咁样，哎，啊，再见啦你，鬼火啊，打唔中啦，85边有咁易中？而家佢中咗麻痹，咁佢速度一定最低。我哋要揾只水或者用岩石打佢。咁如果冇，我哋就用蚊香蛙鬼火。个斑木布拜拜，音波龙啊，一招冰啊，拜拜啦！月亮衣背啊，一招泰山压顶，再补多招近身拳击又拜拜。马骝拉啊，一拳就又拜拜。哇，五公王啊，呢只应该两下都死嘅，吃毒啊，拜拜。诶，咁都唔死啊！啊，
睇嚟咧系打和，咁都打和。你咧过轮，呢、這个女仔好强大，但我用同命打低咗佢最后一只精灵，直捉到你啦，直捉。去啦，将佢哋杀得杀咗，我精灵全部都冇办法战斗，直捉唔好咁啊！我希望可以弥补一切。做咩自爆啊？补晒耐性，我赢唔到你要走啊，奈特，你会咧为此付出代价嘅，我哋走。佢好快咧就会好啊，好彩咧你哋将佢送到过嚟，好彩冇事。剩低我嚟处理啦，多谢你后生仔，多谢晒正宗，唔使。我为我对你所做嘅事咧感到抱歉，尤其系对你小份。我知道咧唔会原谅，但系会努力咧令你原谅。我要匿埋啦，佢哋肯定咧搵我麻烦，好抱歉，对唔住小份。哎 ，3D 龙见到，周围都冇正宗嘅痕迹喎，继续搜查啦，你班粉肠。佢背叛咗我咧，我哋就唔会留喺呢度噶啦，奈特。啊哈，如果唔系因为佢咧，我哋已经成功了。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嘅奈特，我哋将会咧从你的命令开始。好，我需要发泄一下，我要翻去咧向阿波罗同埋特斯拉汇报，随便你。啊？点解？你嘅任务失败呢个就系原因。我会捉食照你讲啦，喷火龙出嚟啦。冇啊！喷射火焰。啊！我哋讲啲事咧，请喺花园度等我。What？ 喂，点解我中毒啊？低能！我去中心，我仲要中毒啊！好，小粉喺边度？即刻揾小粉。爱情剧情线系咪要出场啦？我嚟啦！你仲记咩？你同一个协会嘅人同佢叫奈特嘅人讲过嘅嘢啊？你讲嘅真，我张图好靓啊！当然啦，我讲起都系真嘅，都系真嘅，好开心。啊哈！我真系好中意你，我、哦、小粉。哈、啊！我真系受蠢肉嘅，但我有中意嘅，你真系好好善良，但冇所谓，冇所谓，系我块面啊，我都唔中意，唔系咁样。你冇必要讲大话，知道咧，因为我块面啫，对唔住。No 小粉，俾我一个人咧安静啦，抱歉啦，小粉，我系个怪物嚟，佢对你所作所为真系残忍。哎，有你嗰个平金岛嘅女友叫特斯拉，我系精灵协会，精灵协会我对你啲罪犯冇兴趣。我知道你被拒绝感，特别因为你外表好痛苦。你个靓样咧做咩？为咗保护我嘅人咧，我被烧伤啦。我就系嗰个人咧，拒绝咗你，你一定好嬲啦。俾你个提议咧，姑娘，正宗，冇关系，我原谅咗你，我会补偿。点解？啊？你啱嘅，我希望咧可以早啲听你讲，一个礼拜后。What？一个离间计啦，开始离间晒所有人，咁应该所有嘅顺巴镇嘅人都要死，除咗 Red， 除咗主要嗰三个唔使死之外，我觉得应该全部死晒。嗯，依家去边啊？我要，依家呢个边度嚟噶？我去咗边度啊？嗯，哇，呢啲咩嚟噶，大佬？哇，你嘅发变怪竟然系？虽然我睇落系似白变怪啫，但系估唔到话真系可以有变身嘅。普通哥打啫，虽然我性格修正有问题嘅，但系都照打得赢呢啲嘢。点行啊？依家放个无线，黐线呢个周围都系怪嚟，好恐怖多怪到。啊系，仲有广告头带可以用。头先呢个位咪就系佢哋打交嗰度。哇！岩石衣背，地衣背，虫衣背，黐线，龙衣背 ，Oh my god！ 龙星群，哇！黐线，点解你会有撑住呢招技能噶？打完呢场要翻去回血，鬼衣背，鬼衣背翻都几有用。一下结冰真好，他说他想要什么衣背，飞得太快没看到。好，这里啊，看个符系啦，又是这些，这些对我来说很麻烦。啊宝宝，黑色眼镜啊，最好就是用这些技能，人身狙击，竟然打不死一发，这条路啦，是吧？是啦，小蓝、小绿。Green 呢、這个 Green 同小蓝啊，如果被人困住，精灵中心嘅物资就嚟用完，我哋嘅精灵仲喺嗰度，太荒谬，等咗几粒钟啊！我仲要带个精灵去麦金岛噶。如果你愿意赤手空拳打赢嗰啲鲨鱼系好事，
冇同我理套，我知道会发生咩事。你知道啊？我哋去同咧乔伊嗰度倾倾啊，或者可以帮佢再加快进度。真系英雄，紧急物资。好啦，我仲未走得啊，咁样系代表走啊。好配备我哋嘅食物同埋医疗用品咧，都已经用晒啦。哦，我净系想睇下有咩可以帮到手。好啦，送货员咧，病人晕咗喺呢个麦金岛上，佢个货船已经坏咗。如果你可以从佢咧攞到啲补给品咁啊，就太好啦。呢家系唯一有积力嘅人啊，咁你一定帮到手。喺呢个期间，小蓝同我会留喺呢度，睇下有啲咩可以帮手。哦，又做跑腿啦，又要有咩精灵喺度？睇嚟冇啦，城入边冇精灵系咪？呢个冇得回血啊！哦，系我玩过最差。最差的一个的精灵中心啊，竟然冇得咩？竟然冇得回血啊！因为紧急物资的情况底下，真系惨。呢个咩啊？听到最迷人的声音，我想听多次。那个声音太美啦！等先，你去边？吓、啊？呢个系菜人啊嘛？好，我仲未走吓？唔系呢个方向咩？我下面啊嘛 ？OK。佢话唔知咩麦金岛嗰度接嗰咩送货员呢啲啊？应该唔系呢度啊？呢度应该有件送货员嘅系嘛？喺餐馆度工作嘅你咧？你都唔系你咧？想我知呢个格雷格呢个咧？身边有太多精灵，咦？佢想俾嘅车厘龟俾我啊？呢个咪嗰个马丁？定系呢度啊物资，哎系啦，补给品，佢真系慢啊，冷静啲。咩小蓝我见到冇必要紧张，我唔系紧张啊，你讲得啱，你好随和，总之我要做一啲探索啦。哎，好嘈啊个女人啊，小蓝，佢揾到我啦。你即系咧就系咧，你同我讲嗰只 3D 龙有啲唔同，佢进化咗 3D 二，所以你咧要为我咧被火箭兵捉到负责。Oh my god！又中意啲诡异嘅剧情，BD 龙又准备毁灭一切。好，其实暂时嚟讲咧，蛋蛋啦或者呢一个嘅奇异花，其实都可以放一放底啊，因为我哋已经有呢个最强嘅比比超。咁奇异花我自己系最想要系火系嗰只，咁呢个火球师其实都可以放低嘅。只要我见到嗰只奇异花，我就会用嗰只奇异花。我哋先睇下呢个水箭龟俾只咩俾我先。好希望都可以重新开始灭火，但我谂住将佢哋抛诸脑后。你唔知咩？我俾人扑，俾人炒我有啊！因为咧，佢哋咧拒绝话俾我听问题，睇嚟精灵协会咧喺我之前揾到佢哋，即系提醒咧最好小心啊！你面对一啲危险嘅人，系你嘅卡美龟，我唔系训练师，亦都唔识咧灭火呢啲咧对卡美龟唔公平。我希望你留住。啲卡美龟佢食过不变之石，唔识进化。哇！特登紧要关头提升火力，哇！唔得喎呢只嘢，大佬，你竟然俾佢食不变之石，咪黐咗线啊你！乱咁食嘢，所以加防。唉，我哋洗一洗去变做加特工啊！不过其实老实讲，卡美龟个打击面都比较低嘅，加特工减防唔得啦，最起码都加特工减攻啦，系嘛？呢个乜都冇。但佢冇得进化，我真系好难练喎、啊，各位。佢冇得进化，真系争紧啲。诶、欸，加防减攻都 OK、啊、因为卡美龟系比较倾向特攻型。佢仲要系诶罗宇加回血、啊，佢真系冇得进化，我唔信。睇下啲咩可以俾佢进化啲，会有用。连接石会有用，一支石都冇用啦，系嘛？水箭龟。妖精石、叶之石，做啲咩可以俾佢啊？龙之宝珠得，地域宝珠、电气球、大珍珠冇咯，冰石不容冰冇咯，就咁先啦。因为我都唔系好清楚，佢唔进化真系争好远咗个能力值。唉，放低先啦，我哋拆咗加防减攻先啦，依家翻去。我哋要翻去帮手搞掂呢个 3D 龙嘅剧情啊！诶，佢去晒边啊？啊 ，Green 小蓝喺边啊？哈，好好彩，而家你三个都喺度啊！将可疑宝丁交俾我吓、啊，你唔系已经攞咗啦咩？冇俾佢啊！佢都想用嚟进化啊 ！3D 龙仲进化到喺过去研究咗精灵进化，我发现一样嘢，
每一种精灵都可以进化，佢哋进化冇极限。呢一只咧已经进化咗一次，我相信佢可以再进化嘅。咁我要咧用啲暴力手段，就凭你呢只三脚猫功夫想打赢我，一只呢只已经打赢你啦，系嘛？再见啦，拜拜。破坏光线就出咗只猪。咦，其实应该可以俾佢用破坏光线。竟然用呢一个魔术外衣，用呢只。Nice， 再见了。一发打死啊！仲未完嘅，阿辉 ，no， 做咩啊？振作起嚟啊！呢个冇可能真噶，阿辉，我用佢啲精灵同我打 ，OK 啊，冇问题啊。推张星，哦，走一走先，推张星仔，奇缘得，哦，最危急关头底下，竟然俾佢混乱咗，而我仲要打到自己，呢下佢真系犀利。卡沙地，中啦！你个次次都咁易搞掂我嘅咩？佢依背水晶层，急风光线，哇，犀利！换做乜嘢话？黑布雷伊，黑布叶衣，冰地护宠月桂叶，急风光线啊，系月桂叶，应该系叫月桂叶嚟。水晶层，哎，落冰火对我有着数啦，蠢材回血，哇，暴风树啊，嗰招睇唔到，哇，鬼衣背你都有，新嘢哦、啊，哇，加速特性啊，鬼衣背，有啲料啊，再见啦，哇，咁都唔死，再见，得啦，搞掂，投影亚辉，呢个系实体嘅投影啊，系个问题啊。呢、這个 3D 容可以对任何人投射出令人相信的实体投影，但系呢投影是有限制的。小南觉得啱啊，仔细谂下小南在呢个小骨子岛的时候咧，实体投影行为咧，唔同于呢个浮夸同呢一个耍小聪明的佢，意味住咧佢依家咧仲未完全控制到，但我唔知道如果进化咗会发生咩。毫无疑问咧 ，3D 容会翻嚟揾你嘅。我建议咧，我哋暂时留在一起，呢个最好嘅解决办法，因为协会咧同火箭兵团都在我哋嘅身后。下一个岛咧系流金岛，嗰度有咧一家漂亮嘅酒店地咧 ，boys 将补给品交过去，咁样先可以攞翻啲精灵啊嘛。OK， 我哋而家三个一齐行动。好，小蓝咧你嘅精灵，做你阿 Green， 多谢你嘅耐心等待。等我哋咧去酒店飞轻都度过一日啦。我梗要回血啦，黐线，净系俾你两个回，我冇份回，唔公平。唉，啲精灵真系。咦，其实水是哎呢隻其实已经得了，哎，突然之间醒起，其实我可以捉嗰隻红色嗰隻鲤鱼龙，或者之前有隻鲤鱼龙咪绿色嘅，我哋可以捉嗰隻喎。好啦，咁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我哋下集特别篇咩继续剧情系咁先，拜拜。